这台车呢，是我们导演干干的心肝宝贝，为了拍我的 MV， 特地拿过来，让我泡在水里，车子还没电。我相信他心里应该是蛮不愉快的啊。所以我觉得，刚刚大概是想要让我体验一下泡水是什么样的滋味。导演就是厉害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别靠近我啊！你别过来了！你，手机，这是现代人的噩梦啊！手机被一个陌生人拿走，天崩地裂。我去了。